在这大荒中，猛兽横行，毒虫遍野，时而万兽奔腾，惊天动地，时而群雄争霸，欲要与天并肩。然而所谓的天，并不是蝼蚁所能触碰到的境界。即使是油尽灯枯强弩之末，太古凶兽的威严也绝对不会有丝毫动摇。传说龙生九子，第五子名为酸泥。真正的太古凶兽凶狠无比，所到之处必定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。哎，你们拿武器干嘛？想都不要想。我们把他也找回来看门吧，出发。你小子到底有没有听人说话呀？这就是酸泥的墓穴吗？果然，老酸泥油尽灯枯，已将自己葬身于此。哎，神兽宝体可比任何珍宝都稀罕，这机会千载难逢啊！但是那个图腾柱，还有地上的战斗痕迹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好恐怖啊！我们跟来真的好吗？那个叫酸什么的，吃起来也很酸吗？别慌，只要小爷我出手，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。这个巨大图腾柱应该是酸泥的墓碑，上面布满了太古酸泥的专属图腾印记。太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去拿他的宝器吧。你小子给我打住。就是这种事还轮不到你。你们也给我回来，我们说好了只是来看看的。酸泥宝体如此稀罕，这里肯定有猛兽埋伏，都给我小心点儿。果然，连远处村落的人都来了，估计这大荒附近的凶手也在来的路上。是兽精！哇哦，来了好多动物啊！哇哦，是大长颈鹿！保护孩子，全力撤退！玩儿们呢？小不点儿！摔死娃了！这里是……长颈鹿，好高！啊、快看，那不是小不点儿吗？他到底是怎么跑去那里的呀？小不点儿，别害怕，叔叔马上来救你。嘿嘿，爷爷快看，是长颈鹿，超级大的。哦，小心！哎呀，这个世界真的好大好大呀！哇，危险！快跑啊，小不点儿！往左点儿，往右点儿！哎呦，快进去！原来你们在这里呀、啊！总算躲到安全的地方。啊，太好了！不对，那个洞里面好像是……你们怎么啦？小不点儿，你也来了？怎么巧啊？是巨狼的巢穴呀、啊！救命！呀呼！冲啊！什么？冲啊！冲啊！大狗狗！冲啊！带我们去夺宝体吧！
不点儿，我有你刚才的那一招。不行啊！是青灵鹰大婶，他们都被吓跑了。别别别，有本事再来呀！你们这群胆小鬼！别！喂，我们还没有真正安全呢。哼，被本大爷吓怕了吧？小不点儿，你们真的要去？虽然青灵鹰很强。但是在这大荒里，比他强的猛兽可是数不胜数啊！小不点儿，小心啊！记得给我带点好东西回来哦。我不要酸的。没事的，我们会见机行事。那么，出发吧！酸泥宝体，我来了！哟吼！走吧，快撤回村子里。只能期望小不点儿能平安归来。这里已经不是我们人类能待的地方了，快点跟上！这一带果然都是你的地盘呀，实在太好玩啦！呜呜呜！青灵鹰大婶，咱们再飞一次吧，好不好嘛？来嘛来嘛！哇呼！走开！原始宝术现！青灵鹰之月，这大蛇真凶猛，没办法了，青灵鹰之术满月。我把他给干掉了，怎么办？阿叔，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大荒男儿就得学会杀生狩猎，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勇敢一点，你终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男子汉。我明白了，青灵鹰之术，解满月虚空真青灵鹰宝术，小月天翔。我们成功了，酸泥宝体出现了，青灵鹰大婶，酸泥宝体归我们啦！不过酸泥宝术就可惜了，族长爷爷说，这种凶兽死前都会毁掉身上的祖传宝术，以免外流的。吓死娃了！我们突然飞这么远干什么？青灵鹰大婶。到底怎么了？森林着火了，火里面的是一头巨大的牛。又有什么东西出现了？碎了，图腾柱整个碎开了。幸好大婶你及时躲远，要不然对上那两个怪物就完蛋了。哎，废墟底下好像有东西在下面。酸泥，